觉得夏天雨应该喜欢你吧。赵勋他很成熟稳重，哎，不像天宇孩子气。虽然天宇孩子气，但他其实对我蛮好的。这段时间我不舒服，他在店里帮了我不少忙。无论手术大小，麻醉都有一定的风险。手术呢，可能会心脏骤停啊、中风等等。每周日晚间8点到10点，因为你如此耀眼，全台首播。